sunrise 好了。他们在做 exercise。哇，这么早就在做 exercise 啊？老人运动来的，这是 stretching， 你应该学做。拖车的，哇，天气，这我的，哇，很好摸哎，用手背，等下你手冷掉。再躺看看。哎，你躺啊，直接跳进去，沉下去了。冰叔，可以坐吗？可以，坐就直接跌倒。应该套住你的头，你穿那个什么才？哎呀，你看现在有雪哦，你 stupid 的。OK， 套住才做啊。直接跳进去。哎呀，我的天哎！啊，你躺下去。快扫掉全部的 ice， 躺了，哇，哈哈，我起来了，我死到了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，有苦嘞！我们来到我的 schedule， 看得到吗？哦，雪花，我们来这里喝咖啡。我们已经吃完午饭了。我们现在在波大路小尊还是小敦波多，我们来这里喝咖啡，走吧，来。哦，现在外面下着好大的雪，我不用说大家都看得到，没几步哇，过一下子要变成雪了的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大家好，我们来到小敦的河道。这河道以前是渔民用来捕鱼用的，不过后来捕鱼业渐渐衰落衰败了之后，这河道就没有再使用了。他们现在只是停一些小船之类的，而且好像有河道的拖啊旅行之类的，就是这样而已。等下我再带你们去看一些别的东西，等下让你们看一下那河道长什么样子。不过好像还没有结冰了，还没有结冰，应该也不会结冰了。我停在附近的停车场，以便方便到这个河道。眼睛就痛了。哦，现在的气温是-0.6，不过感觉好像比-0.6还要冷，因为现在在刮风，你看雪花一直在喷，非常的夸张。哦，上面有鸟哎，没看到。哇，很多哎，哪里有？上面有鸟，你看一群的鸟哦。有东西在上面，鸭子啊，你看没看到吗？下面有鸭子，给你们看，你看，好多只鸭子在旁边哦。哎，这里就有，这里有。哦，这里就有了，给你们看。
哦，水这么冷，它怎么能承受得了呢？挡不了呀！有。你给我，我要一个。刚丢错人还好笑，丢错人就怎么样啊？丢丢丢丢，掉石头了，怎么？好好吃，你是。跑进去眼睛，啊，背流很大哦，很痛啊！我们要买透明的雨伞。啊！快进去！这样怎么走？要怎么走？这样怎么走？哎呦，太大了！不能走，我都开不了眼睛啊！不是眼睛亮呀！我都讲博物馆了啦！可以走，怎么走？你看那个大，你看那个，哇！哦，改变了，哎，可以去耶。鞋子。哦，好 cute 耶，这个是谁啊？大只耶。哇。要量体温。酸的。切一段来代表每一间不同的公司的铁路，都是你喝的。这边安妮丽，710，你按住盐了，它转很慢。你看以前就要这样换轨，很麻烦啊。出来给你看，然后他又回去。还没有，他没有回去，不可以。哇，这么麻烦啊！我要转一圈才回去。你看这个是在碳了，用碳了。你们要懂，火车其实是很伟大的。没有火车的话，就没有工业化，就没有寸土不散，就没有那个。那出现了 Demon Slayer 的那个 train 那个什么啊，所以火车很伟大。哦哟，这个火车的头这样特别的，好了，你看它前面有特别的工具的，这来搅雪的，后面那架推前面这个搅雪。连这个就是走前把那个雪弄到一起的，好多工。哎，你看，真的，像手真的出来哦。哎，这跟谁握手啊？哇，隔壁耶。讲好了，ET， 你跟牙都握了，你自己摸到手了，你们触摸到这一下的 ，Oh my god， 去打仗了，我很痛哎，掉下去了，我的鞋子，哦，又被捅了，
好好好好好好大家好，我们来到我们第三间 Airbnb， 来开灯先。哇哇哇，非常摩登的屋子。这是总统套房吗？还是开会会议室？来，开灯开灯开灯。哇，另外一个 meeting room， 这是茶间。哎，我拍到证据。有人穿鞋子进屋子，你知道地板有多少冰块吗？有在这里五双。来，哇，这里好好哎，哇，哇，这里都有 bathtub 啊，为什么地板有冰块的啊？哇，可以刷牙，上楼。啊，放 luggage 可以放这边 ，luggage 可以放这边。哇 ，king size bed 嘞。这个冲凉而已。冲凉没有浴缸，浴缸楼下镇水，谢谢。来，啊，对呀，我知道。楼下哎，没有没？可是我楼下看到不是有两个？哦，一个而已，哈哈哈。糟糕了，楼下应该有。这里也有啊，这里也有啊。啊，三个大便。哎，眼睛都瞎的 ，Oh my god！ Okay, 有三个马桶还好。这边吃饭可以看电视机，和谐了。要直接在客厅睡觉的也可以，不想上楼的。今天我累啊，我先躺一下。下去吃晚餐，哇！城市的 parking 果然不好找，通常都不是在露天的哦，都是在大厦里面的。我们刚刚停在了一个大厦里面，这个大厦里面只有停车场，而且很难找位置哦。我们开到了6楼才找到停车位，好多人坐在车里面都不肯出来，也不肯开走车。坐在车里面是因为太冷了，外面天气。哎，你看车位，你看往上看，全部都是停车位，只有楼下有一点点电哎，
要丢垃圾，要去便利店里面丢。哎，没有垃圾桶，这里的没有。我以为便利店都有，可是都是在高速公路附近的便利店才有，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需要丢垃圾。我要去厕所。哦，厕所还有丢垃圾，原来如此。哎，我们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 ，Donkey Zone， Mega Donkey Zone， 哦，有够冷，真的想象不到为什么有人会穿旗，还是不戴手套，还是不包头的光明挂牢。被捂到完。对，捂到。哎，这个就是我看到的。哎 ，OK， 有面有。嗯，不是打打算他最后那一次。这个是自助的，有那个好玩的啊，有那个标嘛，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才可以翻的。没有，这个不是这个，是这个。哎、欸、，Spread some oil， 哦，有 oil 吗？哦，你没有放，来，快点加。哎呦，来。对了。对了。哈哈哈。一百一百啊！哇，对了。我发财了，我说。哈哈哈。喂，我们吃完了晚餐了，哇，这顿晚餐非常的好吃，基本上啊，是一间非常 tourist friendly 的 restaurant 来的，你自己点，自己煮，然后呢，有英文的 menu。而且还有 Muslim friendly 的 menu， 没猪肉的哦，有羊肉的哎，啊，就是它有 Muslim friendly 的 menu， 所以就算是马来人也可以来这里吃。基本上它旁边还有一个屏幕啊，教你怎么煮，所以你不会出错的。如果你出错，就是你没看屏幕，像我一样，哈哈，煮了才看到屏幕，太迟了。哇，可以来了，可以吃，可以。各位好，我们来到 Don Quixote。楼下很大间的购物中心了，什么都有，应有尽有，要买什么有什么，找不到找 Don Quixote， 找 Don Quixote， 什么都有，看假的都有，假的，真的，看，我的天哪！这皮卡丘好丑，皮卡丘好丑，查理是最美，算是免税的便利店，游客免税的，只要用护照就行了，而且很多层楼，三四层楼，所以说要买什么真的什么都有，要找得到而已。哇哦，这个还五个海盗的海盗头，哎，那你，哎。我很怕他跳，我真的那么靠近。他是不会跳的啦，你看。哎、欸，有东西。哇，你够跳的啊！我的天啊，吓死人哎、欸！哇，我弄到剩一个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因为它船是 random 的，你看它在这边。哦，要拔出来先。是是，捡起来！原来这个，那真的不是大大的，以前是大大的，它转太快了。这要用功夫钓吗？好的。快了！快很难呐，啊，漂亮！哎呀，我捞，拿嘞。
有，哇，厉害！猜对是，猜对是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那你要小一级的那个？笨蛋啊，我是笨蛋。小孩子，以前我们买要买黑酱丸，你们现在玩很久哎，你们要买黑酱丸吗？你钓鱼的人当然厉害了，讲动画。啊 ，update 了。刚刚错也钓不到了。要不要买回家给你玩 ？OK。3 hours later。那什么？嘿。喂。Hello。Thank you, okay。Hello. 这跟你说了 ，Don Quixote 应有尽有，什么都有。多少？60啊，对，这是假的啊，他讲。假的。60。没有了，真的，他哪里敢卖假的？笑。啊。好啦。真的。60块。真的 Nike 阿迪达斯啦。真的，这么便宜啊，60块。哎呀，真贵啊。人都冇叫啊。哦，不是哦。Paper 手纹啊，一张一张的肥皂。我很少用啊。你去了，我先去这里。什么来的？哦，这个，这个好吃，不臭脚。不是啦，保温的。臭脚。你现在跟全世界的你妈有臭脚哦，很多人走，非常多人。这什么来着？冲凉的。除那些毛的。哎，你衣服不是毛毛咯？是否衣服的？衣服怎么可能？发毛起毛的时候。哇，这种用具都有啊！没看过。什么刀都有，你看，89、89、100。可是厚哎，他的刀很厚的，你看他的刀背上面，你仔细看他的刀背，他的刀很厚。哎 ，Kim， 哈哈哈 ，My fruit juice。哇，明天吃好料，这里比较便宜哦，新加坡的很贵哦，9块多耶，榴莲哎，榴莲哎，真的哎，马来西亚马上王，马来西亚的，你多赚钱了，14.9哎，14.9两粒，3粒啊，200元，15块啊，15块哎，没有重大发现，非常非常重大的发现。新加坡喝酒，色酒最大多少 liter？ 1 liter？ 机场买1 liter， 大炮3 liter。Welcome to Japan。哇，这样夸张！哇，一个人直接喝到完，抖。包你吐，包你死。夸张哎！哎，很冷很冷哎，哎，可以，一直来。哦，兰拉面。听日本的 YouTuber 说，只有我们旅客吃而已，日本人都不去吃。可是我觉得他是骗人，因为我看到日本人去吃。明明我就看到日本人去吃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我当时去京都的时候就有日本人去吃，排队去吃。那是一兰拉面开很久了，就是说有些人喜欢它的口味，有些人不喜欢。到家了，我是喷火龙。我们到家了，我们到家了。
可以睡觉了。